9月26日，王子异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晒出自己刚收到的一份特别礼物。刚下飞机收到了一个特别的礼物，它叫一起走花路。原来王子异收到了一双带有鲜花图案的鞋垫，亮眼的配色非常喜庆。这届粉丝太有创意了，网友们也纷纷评论道，哈哈，太可爱了吧，陪着你走花路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